我是小信，我是阿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又要来 PK 大赛。那我们 PK 的主题是两人寿司，我们分别以500块这个预算呢，然后下去挑选我们自己想要吃的寿司。那我的选手呢是寿司郎，我是藏寿司。要记得按赞我的粉丝团跟 IG， 里面有更多我们的生活日常咯。藏寿司呢有5个套餐可以选，哦，对，不止啊，6个套餐可以选。好不好？然后呢？你跟你的选手真的不熟啊？不是很熟啊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 sponsor me， OK？ 我选了他号称人气的套餐，这个200块，然后另外再选一个炙烧的套餐，这个160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单点的，只有蛋糕可以单点，所以我就把他的蛋糕全部点下来。而且他还送了这3个。哇，你有扭蛋哎？是什么扭蛋？柯南啊。柯南是柯南吗？当然是。吓死你！我跟你讲，光这3颗就屌打了，好不好？我靠，这3颗迎战。你要这样寿司，情何以堪？所以嘞，你最后总共花了多少钱？561块。561块？怎么了？你又要给我拿61块吗？对啊，我就不信你没有超过500块。My gay 哦。现在我呢？要来介绍一下寿司郎的套餐。那寿司郎套餐它有5种，8罐、10罐、12罐，然后还有鲑鱼套餐跟人气套餐5种。它比藏寿司还要好的呢，就是它有很多种可以单点的品项。什么吗？继续啊！为什么我在讲的时候你要这么不尊重我？没事做，不然你要我干嘛？警察要抓走他，他是干扰对手。你是不是讲不出来？我讲不出来，好烦哦、喔！我已经先赢在第一步了。烦，今天点的餐点就是2个套餐，我点了鲑鱼套餐，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人气套餐，然后还点了2块蛋糕。这個、蛋糕呢，还蛮贵的耶，这2块就要170了。因为我看一下他们套餐内容，发现他们是没有肉的。那我又很想吃肉，所以我就单点了一个牛肉握寿司，4块还算 OK 啦。然后茶碗蒸跟面啊、炸物啊、饮料啊，寿司郎都有，它菜单是非常丰富的。打趴你！好、啊，那我现在就认输了。不用录了，就这样了。我还要吃、欸。所以你这样花了多少钱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就问那么？不行不行，我斤斤计较，我无法接受上次的29块事件，好不好？耿耿于怀。好啦，我就花了570块。哎、欸，70块老娘出，比我还贵9块钱啊！啊，我们没有人再把500块这个预算就放在心里。我有啊，500到599之间，有这回事。那要讲一下我的酱油，它超可爱的，拜拜。我的也是啊。然后比可爱的话是小，很小才可爱。大方，芥末是这样子，可你的芥末就长那样子。我这个是什么？卫生干净的包装。我这是现磨的、啊，现磨的、啊。有这个是？是啊，它是现磨的。它这一包也太少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要先吃什么？啊，我们先吃那个寿司郎的这个牛肉寿司。我喜欢醋饭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可以选。给你加加奶油。你用什么酱油啊？说谎不打草稿。它是肉系的，我这边有。啊？好吧，而且我这至少我。我其实很喜欢吃至少寿司。对，我也很喜欢。如果生食啊，吃你的时候吃点那个炙烧过的寿司，然后那个香气什么的，你可以吃更多。自己讲吧。这是什么肉？猪肉吧。叉烧猪。啊，它掉了。好吃。对。它有大火的味道，好吃。炭火的味道。大火烧过的味道，而且怎么会是炭火？虾子，至少
它有这样，很好吃。因为寿司啊，它没有一个套餐是全部都是自烧的，这一盒很好吃，而且才160而已。160可以。胜负很明显了，我的已经一盒快要结束了。还是有这个鲑鱼军舰，还有这个鲑鱼，看起来真的很好吃。比看起来比你的鲑鱼好吃，这是鲑鱼吗？怎么了吗？我们只是比较小只的鲑鱼啊。我觉得它鲑鱼军舰，它的那个鲑鱼啊，有花比较油一点，所以它中和的饭。可是我觉得还好。真的？没有，它酱汁已经。盖过了那个鲑鱼的味道。好，知道了，我忘了漱口。你应该每次一个，然后就一口。而且你漱口一点都不专业，为什么用奶茶漱口？鲑鱼，哇塞，好吃。这个和这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它比较瘦吧。哦，它烟熏过。这是烟熏的。好好吃哦，嗯，很有香味，我在点餐的时候就有问服务生说，哎，你们哪一个卖最好？他就说12罐跟鲑鱼卖最好，大家可以想想，这个鲑鱼。好怀念去日本吃寿司。我去日本有吃过这个寿司。哎，有吧？你们去那个美登利吗？美登利好吃鲑鱼啊，香料不错吧？台湾人好像真的。可是我没有哎、欸，我都喜欢吃黑尾鱼的。跟你讲话真的蛮心累的。多累？超累。哎，我成为第一盒空的。你就当神圣神父吧。所以你这铺梗铺很久了，你这是故意的。对，我是故意的。鲑鱼大几分？我觉得很高分，我觉得应该有达到90分。很好吃的一盒，这个鲑鱼酱一盒200块 ，OK 啦。去那边就点这一盒就好。综合寿司，综合。哎、欸，你有豆皮耶？你这一盒200块，对不对？什么吗？你瞧不起豆皮？我也有玉子烧，玉子烧，不知道谁的筷子比较好。七八，干杯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要扎实一点。对，你的有点水。跟松不应该出水了啦，应该这样想。接下来我们来评虾子，应该差不多吧。什么态度啊？很幼稚哎、欸，对我要普通。是虾子吧？看这个色泽，哪一个比较好吃？你这看起来就很 Costco。欢迎在留言区。你这看起来就是刷起来。这看起来就是 Costco 买的啦，在这边放。你这样，我们吃的是4人份，你2人份，而我还不相信他这样8罐一个人吃得饱，啊不好吃，你的有腥味。我的不是鲑鱼的、啊。好腥啊、哦！我的好吃太多，是花枝，花枝超级多。差不多，他们应该是用盘子。很松，台湾真的是寿司店要找到好吃的鲑鱼，真的是很难，应该说是我们评价。太筋了吧！你那个没口感，干什么？筋。这个就你自己吃吧，不用分给我了。有福同享，不难福呀。你那豆皮真是不要分给我，神父。小孩最爱的 Big Bang Big Bang。真的，豆皮寿司也曾经是我的童年。国中的时候合作社都会买。以前好像这个还蛮流行，可是现在小孩啊，越来越。对，刚刚有拍摄意外，就是好像手机他自己就停了，反正我们现在要再录一次。我们都很懊恼，然后他想说啊，我们都吃这么多了，然后肚子快炸了。豆皮寿司，然后虾子跟那个蟹肉棒也吃完了。那我们的感想呢，就是豆皮寿司好吃，但蟹肉棒它有点腥味，很好吃啊，甜虾很好吃，嗯。蛋糕我们也简短讲一下心得，心得就是阿塞的那个千层蛋糕真的是最好吃的，然后我的千层呢它有点腻了，它的奶油已经不 OK 了，不 OK 了，它放好像比较久，感觉没有那么新鲜。但是巧克力蛋糕就5个里面的第
到底巧克力是好吃的，因为它有比较浓的巧克力味道。卤肉也还蛮好吃的。开扭蛋，买一盒就会送一个。买一盒就送一个。对。那蛋糕是？蛋糕没有，它是这个的。两盒三个。因为满500就送一个。哦，是买套餐送一个，然后满500再送一个。嗯、OK。三个。好，我们来开扭蛋。是柯南，啊，黑色的弹丸，它是总共有4款，然后只有一个是我看过的柯南，其他我都没看过，其他都没看过啊，它是磁铁啊，它就可以是冰箱贴贴磁铁这样。如果看过电影版的话，应该就知道。那这三个磁铁我们要送出去，那想要得到的朋友呢，就在底下留言，随便留言就好吧。那三个一组一起送，我们就是这样一起送出去。直接送他，直接送他，送给你们。买一送二，买他不需要买。哦，对，不需要。你看，想赚钱想疯了，需要练财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下结论了。那结论部分呢？如果我们只能挑一间的话，你要选哪一间？二、数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这边。因为我觉得他的表现真的是比较平均啦、啊，另外那个有吃到腥味，然后这个腥有几个、啊？对，有两个吧，两三个。但如果讲说这全部的第一名的话，会是炙烧那一盒。炙烧真的很好吃。炙烧不是很好吃，是很好吃，而且它160真的很值得，168个，而且还有肉。我下次的话，我们会买那一个，跟然后我这边的那个鲑鱼，啊，还有你的蛋糕。哦，对啊，对，这样我觉得就千层蛋糕，每一个都很好吃。两边的粽子都还好，我觉得它的主题比较明确，你不会就点主题明确一点，不要再吃其他的，不要被那什么人气那两个字骗。好，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。你说要学我？我没有，我本来就这样了。那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然后我的 FB 跟 IG 也都欢迎大家追踪起来。我的 FB 跟 IG 就不用了，都追踪我在我身边，都追踪到我这边。那还没按下订阅的朋友呢，要赶快按下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我是小庆，我是阿三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？我是新朋友。现在就是很害怕走在路上，比较冷出。怎么吗？你想戴口罩，你会戴口罩吗？而且你眼睛一点都不像，就是因为戴口罩才更像吗？好，不要理他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